好消息，今天穿得像个贵妇去逛街。坏消息，要开蒙的电瓶车去。你怎么这个打扮？要不你还是打车去吧。你干嘛把车借给别人啊？我朋友就用一天呀，我也不好意思拒绝啊。人家都说了，老婆跟车不外借，你今天借车，下借什么？反正不是车呀。哎呀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起开，回去换衣服。换了衣服，卸了妆。你要开电瓶车去吗？车子还回来了。你知不知道化妆跟卸妆多麻烦，还对皮肤不好？你逗我玩呢？那我又没让你换衣服卸妆。哎，你别生气。那你正好素颜，我带你去买护肤品或者买衣服吃饭，你选一个作为补偿，这样就行了吧？全都要。你好，我们预约了肌肤检测。我们是有三种光源的，等一下你眼睛要微闭，下巴先贴上来，别回家再看。您的肌肤表面的话，它是有一些斑点跟黑色素这种沉着的现象的，尤其是在我们额头或颧骨这个位置，我们可以用到一些去斑点的美白针法就可以了。推荐您来使用一下我们家的欧蕾蛋白小白瓶。那我必须得买回去试试啊！宝宝皮肤真好呀，走吧，回家。哎，不是去买衣服吃饭吗？如果去买衣服，我的钱包就要空空。怎么了？那我只能……你们女生想法真的很相同呀。我带我前女友来护肤，她出来后也要买衣服吃饭。买衣服去啊，走吃饭去啊。